关心宜兰，听宜兰的新闻，欢迎收听正声宜兰电台报告新闻。高龄化社会的来临，长者人数渐趋成长，每位长者都是家中的宝贝。五节乡公所为了弘扬传统敬老尊前的一个美德，肯定长者对社会国家的付出以及贡献，在重阳节的前夕，由乡长沈德茂在今日到百岁仁瑞家中致赠重阳礼金、礼券以及礼品，陪伴长者欢庆重阳佳节。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，95岁以上的长者由五节乡长沈德茂亲自前往致贺，以表祝福之意。乡长表示，心愿力行，量力五节是乡公所施政的主轴，将致力建构长者生活照顾、就医及参与社区活动的友善环境，并推展各项老人福利服务。乡长沈德茂表示：“咱今日来家吼，阿嬷家吼，帮阿嬷家，咱拢知啊。”这高龄这么哩五家乡，是家庭大家拢顾家，阿妈拢顾啊真好，所以看到伊身体这么健康，面色这么红润，啊，我咱嘛真欢喜讲，啊，咱哩非常感谢伊家伊个事实，这个关心甲支持。啊，那么你只要特别祝福阿妈，这今麦爱食个200，现在个讲百二尔吼，爱食祝伊爱食200，然后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啊，每天拢快乐平安，家庭美满，事事顺心。阿嬷重阳节快乐！以上新闻由本台记者张凯婷采访报道。